我就是他的手，他就是我的眼。双手，我们两个人合伙种起来。我现在是从2000年开始啊，两只眼睛已经全部失明了，就是成盲人了。就是我的伙伴啊，就是我的伙伴就是贾文奇，他从小就没有双手。对了，他背着我这么13年了，就是一直他就是这样13年背着我过河。我们两个吧，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我跟这个贾文奇啊，就是我们从这个2002年开始种树吧。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正是满目的荒滩，满目的这个乱石，满目的这个荒沙。我们种这些树啊，也是种了为了这个环境，也是为了后代。种树吧，我们也就成了我们今后的一个任务，一个重要的任务了。就是虽然我们生活上困难一些，经济上困难一些，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感到特别欣慰，就说是。成活力就是长成树木的，就是10000多棵吧。树木，啊，就跟这一就是像这个一名名这个绿色的卫兵，在这个不分昼夜的严阵以待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在一块干活的时候，说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我们是残疾人，我们就是一个团队。